路过麦当当看到了史蒂奇，为了拿下这个吃了麦当当。史蒂奇的盒子也太可爱了，舍不得扔掉，吃完了把盒子抱了回家，打算挑战用这个做个包包。先把盒子的五个面都剪下来，家里还翻出来了这种塑料，把剪下来的盒子放到塑料膜的中间，用夹子固定住，中间部分剪一个开口，再剪一块纸盒，用固体胶固定一下中间，把边上的塑料膜都包进来两片纸盒的中间，用夹子固定住。接下来上我的缝纫机，把上半部分的边上裁 0.1 公分，塑料膜和两片纸盒就固定在一起了。接下来需要把这五片缝在一起，先把四片用缝纫机连在一起了。底片就需要手缝，底片按好了再缝上两个暗扣，包包就可以盖上了。再剪一块家里闲置的布袋子，裁成一个小方形塞进包包里面做内衬，用胶枪贴上四边固定一下。边上用锥子打个孔，拧上侧扣，一个防水的小包包就完成啦。为了挤满史蒂奇们，连续吃了几天麦麦，我的史蒂奇们都可以挂在背带了，真的好可爱。本来想送给小侄女的，但是都舍不得送了，真的好可爱，好喜欢。